眼睛吃冰淇淋，莎莎还有性感三角泳裤大放纵，超气马里腰身材好到宅男喷鼻血。曾经是时尚玩家的一姐莎莎，钟欣瑜，自从主持美食节目以来，健康形象广受民众喜爱，平常多以帅性裤装现身的她，26日在 Instagram 难得 PO 出比基尼辣照，一种不想上班的概念，好想去海边晒太阳度假。健康的小麦色肌肤，加上浓鲜合度的好身材，让不少粉丝有眼睛为之一亮的感觉。照片中可以看到莎莎以仰视漂浮在水面上，任由太阳进行照射，双手放松放松成大字形，陶醉地闭上双眼，神情看起来好不惬意。格外引发讨论的是，她大方换上黑色平口泳衣，胸前 W 型剪裁衬托出美胸，平坦小腹丝毫没有赘肉，紧致线条的保养得宜，完全看不出来已经34岁了。目光往下看，莎莎搭配一件黑底白点的三角泳裤，侧边的绑带设计格外引人遐想，露出紧实的大腿根部，好身材不止让男网友大喷鼻血，女粉丝看了也羡慕不已，连好友凯乐蝴蝶子子看了也忍不住直呼哇，辣辣正，让她害羞直说谢谢了。事实上，莎莎过去拜工作之赐吃遍各地美食，体重一度从45公斤飙升至55公斤，让她不时警惕自己勤上健身房，在教练的指导下，平板撑等健身运动都难不倒她，就算做完运动，整个人从手臂后背到腿都十分酸痛，仍尽量会拨空健身，惊人的意志力令粉丝佩服。